一根绳子剪去一半，左右三米，再剪去余下的一半，还剩下二分之一。这根绳子原来是二分之一。好，乍一看这个题好像挺绕的吧？那么通过画线段图，非常快速来理解。首先剪去一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根绳子的一半，还多三米。剪去一半多三米。这时候第一次是不是剪去这么多了？好，接下来再剪去另一半。余下的一半，还剩一半，这里一半。哎，还剩下二十三米。这里是二十三米，这里二十三米是不是相当于这两个是相同？相同，所以这里整个就出来了四十六。那么就是二十三加二十三等于四十六。四十六。那么这个四十六就是整个的一半吗 ？No， 对。还要怎么样？这一半还要加上这个。